是、大家好 ，ST 龙今次就介绍 Tiny 53号，咁就系、是、普通版嚟嘅，普通版有架特别版嘅。OK， 咁呢架系咩啊？消防嘅细抢救车，细抢救车 LRU。咁啊，见好似有啲唔啱比啦，始终架车咁大，但个碌咁细，好怪啊！我记得好似有个套装啊。系 ，OK， 咁啊，周围系咯架车嘅资料，冇乜冇介绍，就系印咗架车咁先。OK。咁啊，冇得開啦，冇任何呢啲嘅啊，即係呢架。仲有介紹。咩？咩？呢個係消防隊嗰啲啫嘛。唔係細搶。OK， 咁啊，影咗啦頭先。OK， 即係之前兩邊都有噶嘛。唔係，車牌就 F261 啦，咁啊係勁高嘅今次。普通版呢架。OK。特別版車牌 F527。佢車底乜都冇嘅，黐線，除咗 Tiny 之外。係。一格格。咁佢功能就係避震啦，係嘛？好弱雞啦，唔係好勁。咁啊，幾聚手下。系啦，重啊！系啊，超重，同1133有得揮咁啦，唔系133啊，系啊，133有揮。咁好，今次呢架車嘅介紹嚟到呢度啊，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有力機，我記得水務處就放呢度，水務處。哦，系。下一架邊架？咁過先，執開啲嘢先。咁過。清緊啲嘢啦，每架力機。過喺出邊，喺出邊。天前拎咁耐嘅你，唔開心。